你开始啊。稍稍知道吗？韩国人讲中文，可以，可以，太好了！你怎么知道这里？我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了。哦，怎么知道这里？我是这里人。哦，是吗？我常客。我是吧？我们刚刚去。这个最好吃了。啊，对对，喜欢吃。嗯。好吗？十块。多少钱呢？韩国人能讲华语啊？中国的，多少中国？那好了，谢谢。吃完以后带这个带回来吗？啊，谢谢啊。慢慢吃。给他们讲个八回个米，八回个手环条啊。哎，姐。对不起吧。Job C, Job C.